来陶姐姐。哦，女神，女神，女神，以前的军中女神，有欢迎陈明正。陈明正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哇，好可爱哦。我介绍这首歌是我们电影《看到灵魂的那只眼》那里的主题曲哦，来跳看麦啊，好不好？这首新的歌曲，好听。什么时候陈明真被人家妩媚哈？我跟我们怎样？你有这一面的哈？啊，也有是不是？对呀，有的。总是要很多面嘛。对，用金书文啊，哎，啊，一个清纯玉女啊。对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等下聊落去的对吧？哦。因为呢，我这首歌曲是写比较正面的，一个就是 I fly 嘛，一个就 I boy 嘛。是。哎，所以呢，它就是要让你感觉很轻快，轻飘飘的。只要你听到音乐有轻飘飘，有开心的感觉，就对了。因为人每天就是要开心。对 ，Of course， 当然。